又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铁一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是很多宝贝期待已久的湿发视频。那个妆容是来自于金老师嘛，所以那个发型就是照着金老师的某个特别 A 的图片做的。我只做过两次这个，80%的几率可以成功吧，从这样变成这样。感兴趣的话，继续观看吧。像我的头发后面的长度大概有到这里，这一部分是短的，非常短，也没有非常短，所以在做这个发型的时候要先把这些长头发绑起来，让他们不要出来浪。所以后面扎一个，没有后脑勺的这个问题就是要把短的头发都刨出来。后面也有理发师当时给我剪了一圈，第一步把你的短发搞出来，这些头发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做造型用的头发了。第二步就是把它弄湿，比较湿的一个状态，也里面还是干的。第三步，我们不可能这个湿发造型只维持半个小时嘛，因为半个小时以后很有可能它自然风干了，那就用到发油。发油就是让它看起来像是一直是湿的，好香啊！我还准备了一个发蜡，让它们呈现那种一绺一绺的状态。这个。其实上次录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东西呢，它的那个定型是让头发产生粘连效果，不是那种苍雾喷了之后它就必须得定在这个位置上，所以柠檬味抹一些在前面这几绺上面。哦，是透明的，哇，看到了吗，还是有比较强的造型能力的耶。哇，我先找一下金老师的照片。我为什么找不到啊？这张就是我模仿的那个。首先呢，他的头发不是这种中分，他是偏分。前面这个地方呢，有一绺非常大的 S 型直板夹。我先把这个做成功，然后再进行下一步。直的，往起拎，然后向下，然后往外卷。它这样子就出来了一个 S 型，下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定一下。我全头都是要这种卷，刘海的部分都是要向下卷了之后再向外卷，旁边的这些部分呢都是直接向外卷，可以选择用这种卷发棒，也可以选择用这种卷发棒。这个地方是属于刘海的上面头发。这边头发好少，先把它们夹卷整体感觉出来，然后再去塑造它们的形状。我又抹了一些发油，如果仔细看它的这个头发呢，会发现它其实全部都是这样子到后面去的，沾一些发蜡。那你看我要全弄到后边去就感觉很搞笑嘛，不能这样子梳得特别干净，要把碎发搞下来。这个地方感觉不够蓬，这里上面有一些头发应该是被拎起来的，推出来一些。前面这里正中间这里的刘海往下卷，你希望它往哪边拐就往下卷了，之后这边拉也行，往这边拉也行，两边的头发就使劲往后卷。喷雾状态比较乖了，再挑一些遮脸的出来，这个地方要起来，这一绺要跟别人不一样。你为什么是直的？因为不一定大家都是剪了我这个头发，大家的发量应该不会是像我这样，我大部分头发都绑在这里了。我现在是可以操作的头发有点少，可能往反方向抹。现在重心又垂下来，这个地方总是不能蓬起来。蓬起来，不要有这种支出来的干巴巴的尾巴，全部都向后卷。这里还有一些小碎毛，变成油油的小碎毛蹭在后面的头发上，包括后脑勺的头发呀，这个捏一绺再捏一绺，一绺一绺的捏好，然后定型。OK， 这个发型就做好了，还行，没有特别坏，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很像短发？听话。那等一下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评论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
일단그럼 우리 다음 영상에서 만나래. 안녕.